因为有一些事是让我们想不通的，就是有一些事，因为善人为什么没有好报？或者说你看到恶人，他总是他处处沾光，他很得势，就是他总是很得势，你善怎么没有好报呢？只是报没熟啊，你没有给他更多的让他熟的，比如说过去可能十几年你生长在一个很恶势力的环境里的，或者这个环境就是以不知廉耻、不知因果为荣的一个环境里的时候，你越善良越被欺负，知道吧？但不是说你的善报消失了，是存在银行了，存在呢，因为你没有那善报成熟的环境，知道吧？众人不相信善，你善了觉得你无能、窝囊，知道吧？他不相信善，所以你那个善成熟的共业导致的，善成熟的环境比较恶劣。但是未来，但你的善报全存下了，你不要认为，因为那个环境里边是吧？恶是战胜，就是说魔道兴盛嘛，就是恶是战胜强势的，你越恶，知道吧？我杀人如割草，或者什么，你越是英雄或者是什么的时候，人家你就会看见恶，就是很兴旺，是吧？啊，越做恶事越坏，是吧？越好，好像金钱名利什么都能获得啊，抢啊什么什么。但是总有钱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个不会错的。只不过在这个世界这一世你没熟而已。有没有可能就是我经常会看到，就是比如说我们1岁或者5岁的时候，我自己来比较我40岁的时候或我60岁的时候，我更相信我60岁、80岁的时候，我比1岁或5岁的时候我更恶，因为这个世界把我染成这样了，所以如果下你这一世。样说的话，我不觉得你更恶，你只是面对了不同的恶，就是你3岁的时候，没人在你面前恶，那个坏孩子你坏的没那么厉害。到30岁的时候来了个恶人，很坏，你不得不恶着对他一下，是吧？环境也很恶劣。60岁的时候你被境转，但是你的心里也有不甘，你也不想，但是境就在转你。你觉得这样，否则我不恶我活不下去。你觉得你染污了，其实没有，只是你为了生存问。80岁一直没变，就是本性一直没变。别个你啥，有说啥是没变有的？变，因为就境是必我境说，转，我说他的那个个性或者他对这个世界的适应，他会。习气会多一点，有的人会习气执着会更多一点，就是对恶的看法，就中了病了嘛，就病态的，哎，对某些看法是格格不入。有些是因为，比如说他受伤了，比如说很多人带着过去的经验，比如说他在哪一个方面受伤，比如他被人骗过，在经商被人骗过，婚姻失败过，或者是被那个丈夫抛弃过等等，他带着很多的过去的伤疤，走入未来的生活的时候，他只是那些东西就成了一个不能触碰的东西，就是说他会带着那样的那些伤疤，都会让他带着那些伤疤去看这个世界，他就很容易在这些事情在触动的时候被激起这样，就说就受伤是吧？这个时候就说我们把它叫染着了，其实是他执着了，就是说他没有从那些伤疤里解脱出来。那些伤疤随着年龄，我们随着年龄累积了很多经验，我们认为这些经验可以保护我们。哎，小时候我们可能摸老虎屁股，大了不摸了，因为觉得老虎会咬我们，是吧？你会把你学到的经验用来保护自己，是吧？只不过是我们只是随着经验知道更多的这个世界更坏，我们随时会保护，我们变得越来越恐惧，越来越胆小，越来越直不起腰，因为不得不低头嘛，人在屋檐下，就说好像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，但是只不过是你被境转啊，是吧？你不满意自己这种，但是如果是恶道到，如果是恶道当前就是全是恶道横行，你又是个很善良的人，你不得不这样做嘛？你不低头不知道打死了，是吧？有时候你肯定要求饶嘛。那您说这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矛盾的？有啥矛盾？如果是时空幻觉，但是佛是站在3界6道看问题的，是吧？他不看这一世，所以他只说因果，他不说善恶。就是当你看见这个世界恶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这一段时间会呈现恶，是有原因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佛会原谅所有的佛法里边，佛原谅所有的众生，是因为你看到那个人伤害那个人，但是那个人可以前世伤害过他，生生世世大家都在轮转，永无止境的在承受这些，等于是重播这些。所以你要是说不成道，大家停不下来，没完没了。这辈子他杀了他了，你知道他们假如下辈子相遇，他又会杀他，而且也许拼个你死我活。
这种报一旦熟了，但不一定说碰到了就会杀，只是说碰到了很容易恶报熟，嗯，很容易。但是碰到了你很慈悲，你已经变成大菩萨了，你处处忍让他，而且容忍他，那就熟不了嘛，是吧？慢慢把他感化了嘛，也不一定都熟了。是啊，有溯源的比较难，很容易触发溯源的。嗯，佛法告诉我们，我要做五戒十善，做一个善人，对吧？但这个世界众生，他你劝他说你五戒十善什么，不听，那没有用，他要看实在的东西，抓在手里的东西。嗯，这个世界就是，我觉得古代的人和我们现在的人在比，这个世界是不是在变坏，还是在变好？就人心，是吧？这就是你看到了好或者坏，不是这个世界在变好。也不能说是你分别，比如说你在，假如说你在某一个地区，比如说那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，但是它可能像恶鬼道，实现了，因为共业嘛。所以佛会讲，就说由相邻的两个国家紧挨着，这个国家实现了很多恶相，虽然在天空实现的，但这个国家反而不闻，看不见，因为这个国家的共业熟了，所以这个国家会有战争、瘟疫爆发。相邻的另一个国家不会有，因为这个工业不熟，因为这个国家很安定。这就是说你生活的环境工业，知道吧？你就会看到更多的恶，也不能，如果你从人力的角度，你会看到更多，那个是工业，即使你是个很善良的人也会看到很多恶，因为90%的人都有抱有同一个执念，这样做我才可以不吃亏，这样做我可以保护自己，这样做我可以挣钱赚到钱，这样比如说我打广告，我说假话我才可以卖了产品等等，共同的认知，就是说，所以形成了共业，知道吧？虚假的或者是邪恶的或者是不知欺骗的一个共业，那形成一个环境社会，然后你在这里边看到了更多的就是不信任啊、欺骗啊、诈骗啊等等，觉得这个世界变坏了，但不是你说的那样的，也这个世界也不是变好了，是吧？开始不同的时间段会呈现不同的样子，主要是这个社会的变好，主要是共业。你在一个恶的社会里或者好的社会里，你活得幸福不幸福看个业，看你自己的认知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在娑婆世界活得在像极乐世界，只有众生在娑婆世界在五浊恶世里，因为我们跟佛也不同，你叫肉眼。你看到了更多的邪恶，因为你被迫我执，一切都是因为你来定义的。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你刚开始修行，你是有一些区别，但随着你修这个，这个分别就会破掉。觉得这个是不对立，是不矛盾的。一点不对立。一点不对立。佛让你修这个佛法，到最后是回到红尘，在每一个维度生活的自在。人道也属于一个维，三维嘛，在每一个维度都会获得大自在。所以他不是让你在人道出家的，知道吧？不是让你在人道清心寡欲的，是吧？不是，他不是告诉你他学了他的佛法让你跟红尘分离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就是在红尘就活得很开心啊，很自在啊。但是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，就是分离的过程。刚开始因为你理论用不到实践，所以有个分离的过程，好像是有，实际上也没有，实际上没有，只是心头脑这个心中一大堆概念而已。分啥了？你能分开吗？你今天抓着设计是空，你不也吃了饭了吗？这不生活跟佛法同时存在吗？你今天装着善，那么我们回去做生意也不打广告，也不得说假话吗？是吧？有什么呢？是吧？装着五戒十善，不代表我们在这世界做事的时候每个都按五戒十善。五戒十善善戒，这是。不同道众生有不同道的定义，是不是？你说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你看看现在那个屠宰场那些畜生道众生，人力全是恶魔，在他们眼中，是吧？我们善良到哪里了？同是地球的平生命，是吧？咱所谓的就是学佛的人，或者善比较善的，就是偏善一点的那些人，他们就是往往很吃亏，在世间法当中很吃亏。我没觉得，我看见他们很幸福。你真的很幸福。他们。太受不他们那点吃亏怕啥呢？都在他们的承受力范围，不吃亏咋能放下自我，放下自私呢？而且他吃不了多少亏，吃啥亏了？他的福报已经足够承受那点亏，知道？这就是你认为你是个善的，这才累呢。你比如我坐在这，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我是个善良的，
那佛学的正知见是我是无相的，无形无相的，非善非恶的。看到敌人，看到我不喜欢的我是恶的，看到喜欢的我是善的，我对境起念，知道吧？而且不受控制，是吧？刚开始没定力嘛，我控制不了啊。那个人我讨厌，我突然就讨厌了，那一念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妄念嘛，是吧？我总不能看着他，我这么喜欢，这么喜欢他，他好讨厌，是吧？他就冒出来，然后就很难受，是吧？就像我看到在垃圾堆、在厕所，我不得不捂着鼻子，这不太臭了嘛，知道吧？那个臭，你说那个味是空的、假的、虚幻的，我不能分别。难道你不允许臭存在吗？但我真的受不了啊，我都捂着鼻子走啊，它真的是太臭了。所以我不定自己是善的、恶的，你先不要给自己下定你是善的或者恶的，你只不过是被境转的众生而已，是吧？你看到了恶，你觉得这世界是恶的；看到了善，这世界是善的。自己心里冒出恶念，觉得自己是恶的；自己心里冒出善念，觉得自己是善的。我们是空性，无形无相的，知道吧？只不过我们在人道，我们秉持一个，我们虽然也偶然冒恶念，但是我们秉持一个底线，君子之行嘛，是吧？包括爱财，我爱财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嘛，是吧？仁义礼智信啊，慢慢的去改，仁义礼智信去是弘扬，把那个贪嗔痴慢疑往收敛一下，然后呢，以不伤害别人为底线，好多底线嘛，比如有点恶习不碰啊，吸毒啊、赌啊这些，有些东西觉得因为上瘾嘛，是吧？就很多事情不做嘛，做人嘛，好好做人嘛。但是不代表你做人你就没习气，你就是恶，不冒恶念，你就是个君子也冒恶念，那有你吗？你妄念纷飞是吧？它不代表你是坏人，因为我们在人道完美的实现了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做的真的蛮好的，就是个君子或者是有义气的人。但是我知道我心中还是有时候有恶念的，那就够了嘛。当然修行佛法进入空性是另一码事，因为正量的不同，你连人也不认。佛虽然在人道实现人，但他的正量跟境界活的确实不像人啊，是吧？不像人，但是不是别的，人家是佛，人家不着相嘛，什么都不惊不动啊，不就说这社会哇好坏呀、这世界，人家嘴里说出来就像看到那西红柿好红啊，就那种感觉，不是他不慈悲啊，是众生因因果果已经这样轮回了几上亿世了，无量无边的岁月了，是吧？他要一惊一乍的，这不还吓出心脏病来，是吧？那生生世世都那样，大家就在无明里边轮回，你杀我，我吃你，我吃你，你杀我，无量无边的岁月，不觉醒啊！你醒来，你是佛，你就会突破这些的障碍，不在时空里边，怎么有好的世界、坏的世界呢？世界是时空，知道吧？空间见为空间嘛，是为时间嘛，时间。而你一个成道的人把时空破境了，知道时空为幻境，那好的坏的都是不是幻境，在你的心性中都是幻境，只不过众生做的梦境而已，你怎么会被他受伤呢？你怎么会认定那个是坏人那个是好人？梦境大家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已，是吧？你不现在在正吗？先从认知开始，不要给自己下个定义，我是善的恶的，也不要给这个世界下定义，这个世界是善的恶的，永远没有一件事可以直接用二元对立的定义来定义，说它就叫善，它就叫恶。可能那件事相对于人道叫善，可能相对其他道就叫恶。如果站在三界六道看，都不是。这就像这个杯子，在人道是白，在其他道都在人道是蓝，在其他道都不是，颜色都不是。你坐在这儿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你好善良，因为你刚才救助了一个孤寡老人。但是你今天晚上吃了一条鱼，那个鱼说是恶魔，你到底善还是恶？我们都没办法去定义，你定义这些是没有意义的。善恶是人力的定义，对你来说。你又有权利，又有钱，又有权，你就是一个穷人。哎，你还别说呢，有钱有权有什么都有的人可厉害了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有的很厉害。因为当他拥有那么多的时候，他看问题角度确实不同啊。你也不能说是人，众生喜欢权力，喜欢情欲，喜欢。喜欢那说，哎呀，你有权，你有钱，你我高看你一眼，又有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如此不平呢？是吧？喜欢那些就喜欢呗，他跟喜欢个苹果橘子有啥区别呢？但是你如果像你想获取那些东西，除非你是
官二代，或者你是不一定，鸿福熟了也可以，也按不住的。还有就是鸿福啊，人家怎么成了官二代、富二代？投胎的时候福报熟了，才投到有钱人家家里，带着财又来的，知道吧？一出门一出生还是金钥匙，哎，就是金躺尸啊是什么的？哎，那些人也是有善报的，你不要以为他有钱是无缘无故做了恶报收的。是没有。有的人很有才华，一生努力，他就是很穷，什么也成功不了。不是他不聪明，不是他没才，他的那个财运那个报没熟啊。你知道生生世世佛说修布施才能获得的，是吧？他从来不施，没有报过，他怎么能获得呢？那个报怎么能熟呢？是吧？所以佛学里边很多讲这些都是报啊，你的报没熟啊，是不是？或者你没舍下贪婪啊，哎，等等，就是很多的报不熟啊，包括你长得漂亮不漂亮都有报的，是啊。就是假如人道啊，人道就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人力就是看就这样看的，看人三六九等。从古至今，你看历史有记载以来，尤其中国历史，我看着啊，都是你有钱了，你有权了，我高看你一下，你在大街上你穷得像个乞丐，我低看你一眼。这有什么？这就是人道啊，是吧？人道啊，就是人道。你在畜生道或者其他道是另一个道啊，每一道有一道的道啊。你要在这个世界人道，你要是说想让不修行的人说高看你一眼，那就有钱嘛，那就有权势吗？那肯定是，所以就不需要嘛。你为什么要追求那些东西？你不屑于他们看你怎么样，是吧？人力是这样看的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满足人力这些愿望呢？你知道人力无明是吧？就是这样看人的是吧？你明知道他无明，你要满足他无明的看法吗？你为什么偏偏是迎合他的看法呢？你既然知道啊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，比如证入空性，那你去证入空性啊。你为什么？众生无名说是，哎呀，你头上长个揪揪好看，你为什么一定努力的要长个揪揪呢？要长个脚呢？为什么要满足大家？大家本身就是乱说的，或者是潮流，或者是时髦。过两天他又说没揪揪好看，是吧？你为什么跟着大家？大家本来就有病了，你也有病啊，是吧？我们不需要满足这些，明知道，但是这个世界就这样，80%-90%人都是这样。没有错啊，他就是这种病态啊，病没好嘛，病没好。你有钱吗？你有钱好啊，咱俩可以做生意啊。你有钱吗？你有钱好啊，我最好有点生你给搬搬嘛，是吧？你啥也没，啥也没去吧，不跟你说话，我好累啊，是吧？举个例子啊，我会跟你说话，然后举个例子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只有这样说话的人，只能证明他病得比较重。妈啥也不证明，他病得比较重啊，是吧？他不没有平等心嘛，是吧？而且病得比较重嘛，而且也许那个什么也没有的上一辈子可能是他的父母啊、兄弟姊妹啊，但是他以为有这一世的东西，他了不了缘啊，或者是他的不平等啊、他的不慈悲，他结了很多孽缘，他只看住他们俩。举个例子啊，只看住的他不要他，但是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能帮到他的，他不知道那个是重情重义的，但是重情重义的没有钱跟权势厉害啊，是吧？而他也只想办事啊，第一我想办事有权的行，我想做生意有钱的行，然后呢他办事在里边被有钱的骗了，被有权的骗了，被有钱的坑了啊。那个时候他就说，怎么朋友都是众生，都是这么薄情寡义呢？怎么一个知音也没有一个朋友？他把重情义都扔了，他偏偏找他的钱，他找他的权呀、啊。那你要的是钱跟权嘛？那你只有钱跟权满足你，你没交朋友啊？你们要的不是朋友啊？所以这不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要的不是朋友，你看中的是另一个东西啊！你不要觉得委屈啊，有啥委屈？但是看中钱看中权也没有问题啊，这也不见得人家就卑劣或者是人家就俗。没钱咋生活啊？在人道从古至今有钱有权都活得很开心，是吧？签个权可以用啊，可以做很多事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只要你说不贪了，其实佛菩萨也拿钱建寺院啊，
没钱咋建寺院建佛像，是吧？也要给佛镀金啊。你看所有的菩萨，所有的大菩萨都是珠光宝气的，插满全身。你看观音菩萨，这好多珠珠串串，是吧？啊，还追着，你看头上啊，各种各种阿弥陀佛像是金的，知道吧？纯金的。那有什么呢？是吧？世界富贵啊，是吧？为什么在人道不是？那释迦牟尼和世界托钵啊，人家也活得富贵的像个王子。观音菩萨头上弄满了珠珠，也富贵的像个王子，法王子嘛，是吧？只是众生着想，以为名利，以为名利是俗的，或者没有名利是不俗的，众生执着着相而已，都要破。所以为什么有些诸佛菩萨各种在家居士出家人也住皇宫也住老婆，是吧？只要你不执着，怎么都是。你要执着，怎么都不是。你住在茅棚里边，你也很清高，你以为你放下名利了吗？你想在茅棚里边成佛做主，那不是名利心吗？是吧？老子说大圣人不是大道，都是大道，道天地啊，道能量啊，道气啊，你自我嘛，还想做圣人，那不是就是这样，我执未尽啊，是吧？你住茅棚也是自我的，你只不过想在佛法里边获取更高的名利成就啊，我想活得更好，那不是欲望吗？我想从轮回解脱，我想成佛，我，或者说你是无我的，你想获得什么，是吧？我们想通过佛法满足自己的贪嗔痴慢，满足自己活得更好嘛？什么叫更好？请问，满足所有的欲望，习气啊，自在啊，想干啥干啥，心想事成啊，想做啥想想啥想啥，这不是活得更好吗？这也是啊。但对空性不了解啊，诸佛菩萨都地藏王在地狱啊，他没有活得更好啊，他去了地狱啊，诸佛菩萨，哦，地狱能有啥？又不暗无天日的，环境又不好，空气也不好，是吧？是吧？很不舒服，地狱，而且所有的恶人都在地狱，他要是不做恶事，怎么能下了地狱啊？十八层地狱全是恶人，恶人心态那样子，他能弄出个好幻境来，是吧？虽然是幻境，但是恶人的恶人弄出来那个地狱能好舒服吗？真下了地狱，那个感受就跟在农道一样，很真实。你做梦的时候真实吗？真实吧？那是一样的嘛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观察他们的命运，有些他这么善良，这一生就是忍辱，然后最后又没有学佛，最后他还忍着自己还要进一个恶道，就是很悲惨，我觉得很苦。是是啊是啊，佛法难闻嘛，或者有这句话嘛，不是那么容易，没福报有时候听不到。嗯。所以我们福报很大。是啊，看上就是啊，本尊是啊，多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善报的成熟，所以不要说我们，哎呀，我们太委屈了，我们好像在红尘里边混的这么善良，怎么，哎，你学佛了，所有的善报在这一刻全熟，你知道要成佛需要好大好大的福报吗？三千大千世界那样多的福报。你要尤其闻听了第一的空性真经，你知道人家说佛历劫修才证得这个，只有如来密因啊，只有释迦牟尼，只有如来才知道这个空性真经，知道吧？很多很多劫修啊，不惜一切去修啊，修各种啊，修最后才把我去破戒啊什么。那我们直接就听闻了，你知道省下多少时间成道，你需要那不需要善报吗？你恶报收了你能听见是吧？恶报收了，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呢。恶报超苦报呢，苦的还能听见。就算在你面前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烦死了，不要你，我烦着呢，是吧？你还能听佛，你一句佛号也听不下去，烦死了，知道吧？苦死了，是吧？你完全沉浸在苦难之中，尤其地狱道众生，你不要以为是个苦难那种情绪啊，真的是太苦了，众生苦死了，苦的能生出东西来。地狱道就是寸草不生，你知道空中会出现。有一次在禅定境界啊，就是分享一个我在官房里闭关。禅定境界，当你进入地狱道的时候，禅定境界啊，就到幻境啊。禅定境界，当你看到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送给一个官房，送给我一只草，枯枝啊，那是地狱道最美的花，知道吧？因为地狱道就只有苦，只有黑暗，没有植物，没有那些东西，那是从苦难中生出，就是。
就是苦到苦到化身出一个就是那种像花一样的东西，就是那苦难变出来的花，然后呢放在你的瓶子里，放在你的供桌上，因为你有供佛嘛，是乖宝有供佛的，然后你看到那个苦字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哇，也许我说这些大家没有共鸣所以觉得哭字没那么苦，但是你当你了解地狱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太感触太深了。嗯，其实人间也有地狱，但人间的地狱轻多了。 是吧。嗯，当然我们的心完全沉浸在黑暗之中的时候，绝望的时候跟下地狱也差不多，完全在绝望跟黑暗之中，那个时候也能够出尝地狱的滋味。而且就是每一天你知道，有的人到绝望跟黑暗出现的时候，心啊他每一分钟都觉得他在熬，他在熬啊，从早上到晚上一天他在熬到晚上，说今天这一天太长了，就这样子，对吧？绝望的人知道吗？得绝症的人或者是很多，知道吗？我们太幸运了，因为我们不能够有同体大悲啊，无缘之慈，我们感受不到这些众生的苦难，我们也感受不到现在屠宰场那些羊啊牛的恐惧，是吧？我们只说我们做个善人啊就行了，是吧？你不能只是做个善人，善男人善女人只是说做个君子，在这个有底线的时间，但是你的心恶念啊什么杂念随时会生出来，那这个空性才能帮到他们。你做个善良的人，其他都看都看不见，你怎么帮？是吧？你要真的想救度轮回众生，就是自己成道，不能给自己下定你是什么善的恶的，不能每天活在自己那自我的一点点觉受跟欲望里边。我们都有欲望，都有觉受，是吧？都会为了自我，都会挣扎。但是救度轮，当你那种阅历啊，那种发愿那些到达的时候，三界六道是真实不虚的存在着的，众生就在那轮回，而且苦不堪言。我们是幸福的团体，就是大家能够有解脱道可修啊，解脱道啊，而且我们现在还能听闻佛法，还能坐在这儿，还不是苦的，是真的是连听闻也得是啊。如此幸福的时候，赶紧修行啊！也许哪天苦难熟了，我们连修行的机会也没有。就是幸福的时候，赶紧累积善报功德，赶紧修啊！你明天果报熟了的时候怎么修啊？恶报熟了，你哪有事？恶报熟了全是苦啊，根本就完全沉浸在我们打坐有个腿疼你都坐不下去了，你全是苦难的时候你还有修行，是吧？有时候这些苦难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人身上，是吧？更苦，你哪有时间修行？所以这需要善报的修行，恶报熟了没机会。